传的多漂亮，后卫前锋，就是说他妈的坍塌一定要小心。进一个球。
这球有点，这球一偷转个进去了。还有没有？那球射的。状态好很多，鼻子反正也不太堵了。我脑踢，扔进去，哎，不能带的。这是 Dario， 他喜欢带的。完了，
好吃。自己身子先过去了，他是背对的，他是倒滑进去，倒滑进去，球没进去啊，人先进去了。传回来，传回来，他妈空门了，你前锋没跟上，四十在那儿，你前锋没跟上。问题都是在这儿，后卫他妈带球，前锋就傻了。四十一累吧，就要去罚犯规。就是一顿远射，这球要给踢接，那就不同了。我的好球！这球都能传。那是怎么俩怎么还不上去帮一下，哎呀你怎么帮了，先放一打出来打出来跟着玩，来了，哦也没出掉，哇他出不了区了，真的，咱们好像打他们没有给摁成这样。最后就是这孙子进的球，前锋皮埃尔到前面拦住，顶住，往里踢踢踢，
组织一下。啊，有了。抓机会的能力，说肉，这个后卫是什么？又低又快。给三号，给三号。就跟咱们的 Gabriel 一样，一碰就倒。但是他挺拼的，赶紧传传！我操，漂亮！拉开拉开，往中间中间走，十号往中间走，十号往中间走，再上去。High step。哦，这么狠。只要敢动，我觉得就得给他们判到底，信不信？守住了。